为鼓励孩子们，现场黄建廷特别商请林怀民大师与云门舞集舞者们加演七号下午如果没有你的教育场次，让台东的小孩有机会观赏到与世界舞台同步的国际级演出，也是给台东子弟一份相当大的鼓励。希望我们这样的带动这样的努力，文化跟艺术在台东真正可以生根，然后真正可以发展得越来越好。我说当台东人的县长真的很有面子很有面子，因为林老师感受到我们台东人的热情，特别今天为各位来加演这一场，让大家可以免费来观赏我们是不是要最热烈的掌声感谢林怀民老师。跟台湾有很多地方我们想去而一直没有去成，包括台东。那么这回我很高兴黄县长要云门来台东演出，我希望昨天这两天观众都看得很开心，我们也希望以后云门可以常常到台东来。表演前更是由出身台东太麻里的纽约世界级舞团编舞家布拉瑞扬与学生们互动。我跟同学一样，就19年前文化中心，那个时候还叫文化中心，然后我坐在某一个地方看云门舞集的演出，然后我在下面看得很激动，我就一直觉得我要成为台上的那个人，然后那个就是云门舞集。最后再由云门舞集舞者邀请台下学生共同上台与舞者共舞，结束这如果没有你的加演教育场次。东台新闻温格台东市采访报道。我觉得超棒的，谢谢。